哎、欸，其实你同学长得蛮漂亮的。我同学是个漂亮的女孩耶。好、哦，谢谢。请你大哥抓到的，遇到了正妹，超小一只，然后我们就觉得太可爱了吧。遇到两位漂亮的女生，我们又在雨中捕获了一位小雨中艳遇。一起上学吧，今天要干嘛？我们今天来到中原大学。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去学校里面寻找校花、校草跟奇人异事哦。Let's go。1995年创立的中原大学，在2015年获得国际认证，成为全球前5%之顶尖商学院。从理工学院转为均衡培育人才的私立大学，其悠久历史也带动周遭发展，形成了知名的中原夜市。中原大学的知名校友有 Populady 的雨山、亚洲统神张家航等名人。今天的下课十分钟，我们就来去中原大学寻找校内风云人物吧 ，Go！ 快追上去，徐总，圣诞树，好多好东西啊！哎，这是我同学，对得出我。好，你好奇怪，你怎么会这样？因为现在圣诞节，然后我想要让大家一起感受圣诞节的欢乐。我刚才演出想说，怎么有个怪人在那边自己跟大人？就那怪人是你同学？对，哦，是我的 ，Oh my god！ 物以类聚，物以类聚，没错。哎、欸，其实你同学长得蛮……你同学是个漂亮的女孩耶。哦，谢谢。是你自己做的吗？对，我自己做。我昨天半夜赶出来的。好有心。我做到3点。我觉得你可以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好，来请。所以我要在圣诞树里面讲吗？还是你可以出来的话也是可以出来啦。等一下，你帮他一下。大家好，我叫林嘉如，我是应用外国语文学系的，对，一年级。那你会想要找一个可以跟伴你的迷路的呢？不要，不要吗？单身主义，现在单身了。对，单身主义啊，单身主义。那你有没有推荐学校其他校花校什么？大二的学姐叫那子晴，什么型？什么型？欧美辣妹。哦，很会跳舞。那我们就去找他刚刚说的那个。你本来是打算穿着这样去上课吗？没有，就是下午都没课，我想就在那边发。一整个下午。刚好你今天下午都没课。当一棵圣诞树。对，当一棵圣诞树。好，那我们快去发糖果，然后顺便联络那学姐吧。你要去哪里发糖果？我要去那里吗？好 ，Go。圣诞树与他的一日小跟班。你要发出迷路的叫声啊！迷路怎么叫？没吗？嘿嘿之类的吧。哎、欸，这是我们刚刚摄影大哥。对，我们摄影大哥抓到的。可以轻易做介绍。对对对。我是特教三年级的娜娜。嗯，突然会被我们摄影大哥注意到，一定是。这个没。那你现在就是有男朋友？哦，有有。那你男朋友是哪一种类型？就是比较单纯、比较木讷的那种。就要靠你去融化他。你说他木讷，那他有做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最打动你？应该是说，因为我平常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情绪，但是他是会很耐心的安抚，他就不会觉得很不耐烦。他不会觉得你在乱闹脾气之类，他就是会好好的去关心你这样子。很赞，男人最好了。那你有没有在推荐学校其他就是你印象深刻的同学？印华系的女生蛮多，都很漂亮。她都是印华，就女生比较多吧。谢谢。紧接着是陪我们一起参与寒假企划的女神念念，让我们看看和她第一次相遇的时刻吧 ，Go Go！ 耶，我们刚刚在麦当劳的门口，我们遇到了正妹。在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她从长头发上飘过去，飘过去很漂亮，飘过去有点可怕。是灰紫色是不是？这颜色很美。原本灰蓝，然后有点褪一点，但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对啊。那可以请自我介绍一下吗？好，我是中原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三年级罗念慈的。啊，
那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状态吗？没有没有，我没有男朋友。那你以前有交过男朋友？对啊，你有交过？没有交过。真的？我刚觉得一位母胎单身的同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做到的？那我们系都女生吧。哦。然后你很少去认识。对对，很少。那你喜欢哪一型的男生啊？长得高的，因为我蛮高的，167，然后活泼，是你们逗逼型，会讨你开心的男生。对对对对。然后出生到现在都还没遇到。有没有哪个明星或是名人是你的理想型？喜欢的那个型，理想型，超厉害。很高，有魅力，有哦，喜欢魅力型的。对对对对。我突然想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们懂吗？什么？我要问哦。好。你有没有在你们学校有没有 handsome boy 呀？我好像也不知道。你们刚刚有遇到别的吗？没有，好像还没有遇到。真的，雨中艳遇啊！我们期待一个，我们期待会有一个艳遇。对啊，对。等一下看到一个帅哥这样子赶客，然后抱着，不好意思，他跌倒，然后就扶他起来，这种真的，太多太多。我们透过那个圣诞树 IG 追踪到这位他推荐的学姐那子晴，他刚完全没有透露说就是他是混血这件事情，他就说他是欧美风的，对欧美风，然后来超小一只，然后我们就觉得太可爱了吧。我猜你是混荷兰对不对？不是，烂透烂透了，很远，差很远。南亚，其实我不太会地图。菲律宾，那是东南亚。伊拉克，俄罗斯啦，巴基斯坦，嗯，妈妈是台湾人。哦，那你们之前有就是很常回去巴基斯坦？回去两次而已，回去两次。那你觉得那边跟很可怕？没有啦，没事，我懂。每个国家都有好有坏啦。对，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好的，中原大学英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我叫纳子晴。就所以这是你爸爸的姓，就爸爸英文名字翻过来，然后欸，那你有没有就是男朋友？没有。我觉得他很适合交，也是很适合交很高的那种男朋友，因为他就有一个最萌身高差，好羡慕。我都跟他们说，如果两个都很矮的话，走出去很好笑，两个被淹没。想爱人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要那种目标多少的？178以上。那除了身高之外，你还有？声音好听的，声音好听，声音很重要，是低沉的吗？嗯，王嘉尔那种声音。嗯。哦，我喜欢大一点，大5岁以上，7岁。你喜欢哥哥型对不对？出社会最好。你就喜欢成熟一点的男生。哦，帮我找男朋友。阿爸真男友，真男友。想要交个混血女友的话，赶快把握机会。刚刚在走路的路上遇到两位漂亮的女生，一位是一个充满空灵感的大眼美女，另外一位是有点奇怪的可爱少女。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她的时候，她就疯狂盯着我，她刚才就疯狂盯着我，然后她现在抓着我，你看她在抖，她非常奇怪。重点是我刚刚就是只有找到她之后，我们说哇好可爱，然后就看她，然后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你一直盯着她，就像现在这样，她平常就这么害羞，没有。你是面对镜头会害怕吗？现在有点，他真的很抖哎，他一直在抖哎。好，我们现在就请他们自我介绍，你 OK 吗？来来来来来，你先来。我叫颜玉恩，我是赖依依，电机一甲，也是大一新生。你们电机系很多都是男生吧？所以你们是其中少数的女生，就一般大概10个吧，10个。哎，那你们这样有没有在班上特别瘦？超憨，没零。有他说零哦，零。为什么？他们很闷骚，我心都会浮出来。他同学等一下看到这个影片，到时候谁闷全班霸凌他，就大家都很认真在读书。对哦。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类型？高，高，多高？这样。这样是多少？178左右啊，差不多。OK， 然后呢？除了高之外，善良，善良，还有吗？那换他，好，先换。好，什么？善良，高。不要178就对了。不要，不一定要178，都可以，比你高就好。你现在多高？
159.9。背160的就可以了，各位把握机会。对，谢谢你们，先为他好，拜拜。那个，Hello， 拜拜。我们又在雨中捕获了一位女少女，雨中艳遇。先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嘉怡，然后我目前就读气管系四年级。对。她感觉是那种很有气质，然后有点温柔温柔的那一种。就是水汪汪大眼，她的双眼皮真的把你。来，喜欢哪一类型？喜欢。乖的，乖的，然后外形干干净净，干净，有幽默感，幽默，对我好这样啊，对就好。身高，要比你高吗？身高170以上，哇，那还行耶。男生什么特别追求的方式？对 ，IG 就是会有很多陌生讯息，就会说什么，他就说你踢我一下，我给你20万。哦，好，我们大概，对，就是我觉得大概有一些趋势。现实中的话就是搭公车的时候靠近你，闻你的发香。没有，闻的是变态，我不知道。之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就还蛮喜欢我，然后情人节那一天他就买了一个超级大颗这么大颗的金沙，然后就直接丢在我的座位上，然后同学说，就是我还没去学校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拍那颗金沙。那你后来怎么吃掉？其实我还没有吃，还放到现在啊，过期，因为我觉得很漂亮，舍不得拆开。啊，所以你对那位男同学的回复是给予？没有哎，没有跟他在一起，是朋友的。对，好吧，因为那时候高中，对，还不适合谈恋爱。因为我就是这边地头蛇，所以我经过这边的故事嘛。我的朋友跟我说，你们的校长是太阳啊，对，你看，什么意思？很厉害，你来讲，就是我们常办。运动会，大运动会就是全校都要参加那一种，然后常常碰到下雨，但是只要当校长一站出来，站到那个司令台上面，雨就会瞬间停。那还有什么类似的传说吗？啊，有，生科系外面有一只羊吧，那个好像叫二一羊，然后就是说你只要坐上去，你就会被二一这样，对。好像还蛮灵验的，会不会其实是因为本来就是只有那些要被恶意的人才会无聊就做那个？因为我们学校每年跨年都会放烟火秀，哇，学校烟火晚上吗？对啊，就是你们在倒数的时候，然后就真的超级近距离，然后那个就是漂亮到我觉得比101还漂亮，哇塞！对，而且距离是近到那个灰烬会直接烫到你的手，这也太危险了。对，就很漂亮。我今天来到中原，反正就是真的遇到很多正妹，虽然就是小可惜，就是下雨。不过因为他们正妹人数多到我们在走廊就一直等，就是他会一直遇到，所以其实还是找到了很多。还没有按赞、订阅、分享的朋友，就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没错。对。那还是很庆幸今天可以采访到你。对，谢谢。说个拜拜。拜拜。生科二一羊。我就是这一只哦，我就是你看一下那个上面。所以代表这间学校中原被恶意的人应该蛮多的，我们要来突破校园传说。太危险变季了，你真的要你们真的要想搞我吗？如果我被当，就代表这个传说是真的。我觉得这其实老实讲，用大脑想是不太可能。好，来去试试试。我跟你讲，我虽然很在危险边缘，但我觉得写了几哦，怎么做完蛋了？成绩什么时候会公布啊？我也不知道哎，我觉得我不会被二一啦，拜托。下学期分校。我是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拜拜。辣妹，嗨辣妹，辣妹。所以他在学校待很久了吗？很久啊，看不到。你入学的时候就有他了。有。辣妹走掉了。